翁姿曼使唤专车，身段强压主持群。哎呦，你们干嘛不去拍翁姿曼呢？我都没看到啊！你要爆料，你要爆料他。拍王心如啊！袁爱飞日前和绯闻男友逛大卖场被活逮，他把苹果娱乐新闻其他主持人给拖下水。放心，你的要求我们听到了。昨晚11点多，苹果狗仔大队在苹果娱乐新闻棚外守候，最先等到的是王心如。他和女助理边等计程车边玩手机，忽然间，再看我一眼，再看我一眼，别急着说再见。原来王心如只是东张西望，身为主持人的你警觉性还是太低咯。再来一个 move， 这个粗壮小腿是谁的啊？王心如是来开健美趴的吗？随后他和助理上计程车回家，把等车的棒子交给维奇。大家都坐小黄离开，压轴登场的翁姿曼只需要打一通电话就有专车来接他。仔细看看他上的还是后座，果真是大小姐一枚啊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可惜不是男朋友报道。